比起玫瑰鲜花，他更渴望一个温暖的家。爱他就给他一个家，在深中通道出口40万就可以拥有一套88平方的商房，还自带成熟的商业综合体，30分钟直达深圳，你敢信吗？今天阿豪带你去看一下，走，欢迎参观你的家。你家的入户大门密码指纹锁也是标配，进门就是你家的一个餐厅、客厅。首先我们去参观一下你家的厨房。你家的厨房呢是一个一字形的设计，平时洗切炒都是非常符合逻辑的，厨房三件套通通配备到位。这里还有一个生活阳台，同样预留了洗衣机的位置，平时在这里炒菜可以直接端到我们的饭桌上，一家人在这里吃饭也是非常的温馨。这里呢就是你家的一个客厅，客厅是有一个3.2米的开间，同样连接着我们的景观阳台。就凭我们景观阳台的这个采光，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会非常的喜欢，来感受一下。接下来呢去参观一下你家的一个房间布局。首先在豪的右手边就是你家的一个儿童房，1.5米的床，落地大飘窗，显示柜都是通通配备到位的。出门左手边呢就是你家的一个长辈房，来感受一下，同样是1.5米的床，落地飘窗，都是配备到位的，非常的不错。这套房呢是非常的精致，阿豪呢看了一次又一次。这里呢就是你家的一个卫生间了，镜柜洗手台都是标配，同样干湿分离的设计。卫生间出来呢就是你平常睡觉的一个地方，摆放了一张1.5米的床，落地的大飘窗都是配备到位的。我们整套房呢虽然只有88平，但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普通的小家庭，你爱了吗？